这是什么洞啊？矿洞，黑猫蛇，告诉我怎么救你们，把我们绑起来。 吴邪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吴邪，他们的意识已经模糊了，他们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沟通能力，剩下的路就靠我们想办法出去吧。那怎么着？我们俩拖着他们赶紧出这个地方？不行，外面。 一片沙海，我们没有骆驼和车，二拖二出去只有一个死。我就只是一个没考上大学的复读生，怎么会落到如此下场啊？你已经完全回不去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做普通人了。等你回到学校之后，你会发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 你会俯视身边所有的人，他们都是普通人，而你却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先搞定眼前的事再说吧。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你还记得之前那个录音机吗？你是说录音里面提到的那个血清？ 录音里的那个人抢走了血清，那他现在还会在这里吗？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个血清会不会已经过了保质期了？ 不知道，但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必须要试试看。吴邪，刀借我了啊！ 老板，哟，张先生，稀客呀！您这大驾光临，我这小店都蓬荜生辉了。我们认识啊？你这店越开越大，
是你自己经营有方啊。曾经的仆，这位是。他是我朋友梁小姐。梁小姐好。你好。今天成您照顾小店生意了，您看看有什么需要的？我就是陪他来看看的，这些东西我可买不起。你随便选，配一套自己喜欢的，我出钱。成。真的？嗯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吴氏献殷勤。 你帮了我那么多忙，我总要表一表心意吧。好，那我就选了，你可别后悔。老板，您帮我把这两个戒指拿来给我看看。嗯。 你觉得哪个好看？我觉得这个会不会特别一些啊？你确定吗？确定啊。这个很贵吗？你不会是后悔了吧？没事，张先生。张先生，实在对不住，那个是下边。 挂在我账上吧。看来以后我得买一个大大的首饰盒，专门用来装你送的首饰。张先生，这个肯定是我的手下不留神，这戒指染了血沁，让生人戴不好。您看看能不能换点别的？行了，就它了。我们光一听，我真的好饿啊！我们今天去吃面好不好？ 其实呢，你的手很漂亮，只不过戴上这个戒指会很抢眼。你要不要选一块表，会把你的手衬得更好看？对对对，梁小姐，您来看看我们店的表，这都是名品。说好的让我自己选。我们店的表都是精品。 各有各的来历，您看看这只，全国你都找不着第三只。那有什么稀奇的？找不到第三只的意思就是说，还有一块呗，又不是独一无二的。对呀，那一块在张先生那儿，正好你们俩可以配成一对儿。 好吧，就他了。怎么停了？ 梯子啊，这个这么多年了，还结不结实啊？你要不爬的话，在下边待着吧。哎，你等等我，你等等我，把马扎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刚才喊的简直太难听了，不过你帮我证实了我的推测，这条管道贯穿整栋建筑。
连接着每个楼面之间的夹层。你看看这蛇蜕。 想起血腥在哪儿了吗？没有啊，全忘了。要不要把你再扔下去，帮你苏醒一下你的记忆？别！黑爷，你想想啊，这个铁皮牢是一个秘密的空间，那个抢走血腥的人应该跑不远的。要不，您先拉我上去呗。 我想起另一件事，不过当时我还以为我在做梦。你现在醒着吗？醒着快说。我看到一个人，手指细细长长，然后被人开枪打断了一个手指。什么人？什么枪？那把枪跟你怀里那把一模一样。佛爷的枪，哼，有点意思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赶紧找到那只手的主人。 上吗？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怎么样，跑不跑？嘘，坐下。坐什么坐？这种时候当然选择撤了。
来份青椒肉丝炒饭吧，冷静一下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吃炒饭？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镜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。那是眼睛。哟，听过呀，有点文化啊。谁写的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别着急，先吃饭。 你要是我以前的徒弟啊，我早就给你扔到塔里，让你自生自灭去了。请你马上把我扔下去，作为黑皮子粮食。年轻人别动不动的就生个死的，太激进、太热血，不觉得太累了吗？我们的目标只找个血清而已，不该用力的地方，你该省着点用。 你也看见了吧？当然，我动态视力比你好。跟这些黑飞的在一起，却有明显不同的形态，应该就是他了。 小子可以啊！ 说佛爷，他认识这把枪。你要是能听懂我说话，就点点头。你是人，因为发生变异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他真的还是人吗？ 那他这么久是怎么在这里活下来的？他已经成为这座楼的一部分了，变成了既不是人也不是黑妃子的生物。他是因为黑毛蛇毒而引起的变异，语言功能丧失，但至少还保持人类的神智。
那既然这样，你听得懂吗？我们要血清，血清你有没有？血清。 他说血清在他的兜里，你去拿过来。不是，我刚才崩了他一枪，他要是咬我怎么办？信不信我崩了你？没人信。 都这样了，这血清还好使吗？你是说这血清没有问题？我明白了，所以你的变异是在注射血清之前，能保持人的神智跟思维，这血清有用。 知道他自己永远离不开这儿了，我们也走吧。我去。 爷，他们变异了，那就赶紧治疗吧。只有一只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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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忘记问他哪里还有了。这铁皮楼里估计找不到第二只了，一只就一只吧，就一个是一个。别。 应该救你一个！啊！吴邪，你干什么？赶快撤离！你什么情况？李醋。是的，我手机带来数据的不对称波动，有抽象数据证明培养样本已经出槽。 样本具有较高的繁殖能力，对系统内其他生物会有极大的感染风险，所以我的建议是撤离，必须尽快撤离。黑爷，我看见沈琼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在那个傅爷的办公室看见沈琼了。 把血清给我了，你怎么办？吴邪，你怎么样？吴邪，走。什么？走。走去哪里？你滚！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走了？一切都结束了。我在沙漠之行结束了。快滚！好啊。 滚！
吴邪，谢谢你带着我经历了这一切。你的血亲，你自己搞定吧。再见。哎。 这里边有食物，还有求生用品，你就按照原路返回。这包上面有天心石粉，那就怪我不会主动近身。包里有电话，回去之后给他们打电话。走吧。 怎么来了？今天就我一个人在家，难道？李素，你个混蛋，阴魂不散！看你回来，我怎么收拾你！沈兄。 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不欢迎啊？没有没有，请进请进。你今天怎么突然来了？苏婉，你真不会聊天。是啊。啊，不不不，不是。 我是说学习，学习是我。我是看黎簇不在，有没有人陪你踢球，怕你一个人在家无聊，我来陪陪你。沈秋，你太好了。黎簇的小子，怎么都没和你联系吗？怎么没联系啊？就让我干这干那的呗，你看这屋子里面都是他的东西。嗯，平时我吧。 还挺爱干净的。我就说嘛，这不像你。那床底下也是黎簇的东西吗？是什么呀？谁知道，死沉死沉的，我都怀疑鸭梨把家里拆了，撞我这儿来。要不然，我们打开看看吧。嗯，这不太好吧？ 你都不给我倒杯水了吗？对不起啊，我这就去。
四股红蓝出 CP， 出要么出 CP。 今天封箱演出，最后一场了。对了，观众们就见一面少一面了。再以后见到我这活的就不容易了。哎哎哎哎，你别难过，哪儿抹呀？我这心里都难受。你难过也不能乱抹呀。这日月轮回，风雨更迭，人世沧桑是阴阳变化。 这人到了十岁，他就父母也而过；人到了二十，他就花儿开了枝；人到了三十，花儿正旺；人到了四十，他就谢了枝；人到了五十，容颜改；到了六十。 谢老板，打今儿起，这园子就是您的了。您可要好好照顾这宅子。这园子是您的了，园子里那块石头，它也是您的了。老板，您之前说那块石头是您的。啊？我怎么觉得您是那块石头的？您守护着它。您这话是怎么说的？ 你以为你买了这块石头，可百年以后，这块石头还在这儿，你我却早已不在了。对于这个宅子和石头，我们只是过客，还是活在当下，别想太多了吧。 哦，对了。 这个宅子的老物件，还是保持原样。劳烦您让工人兄弟们都散了吧。我还想一个人逛逛。得嘞，就按您说的办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
我们就在这儿休息吧，没体力了。这次才考99，又没考，连你都说没考好，我也只能哭给你们看了。这么简单的题，用脚趾头都能答对，怎么还考不出？我的超好喝，芬达，好喝好玩去发现。出口。我在佛爷的工作室看见沈琼了，一副好皮相站着傻情绕，坚持拉扯南北去趟过河与江，我在那个佛爷的工作室，满是外省鲜明章，来我是你的雪清，分手一回够一张沙海奔忙，哪来年少多感伤，心向南墙，别来这别指望没人被你会无妨，天真真切几点香，平添老乱做多善良，少年心心碎碎长，要么具有较高的繁殖能力，对系统内其他生物具有较高的繁殖风险。我的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哎，这个这么多你是你认识的吗？好了，刀被压在包下面了，没找见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哪知道是后人，对你这人可以啊，笑的。哎，好可怕，小子可以的。对象对象不走了不走了，来好可怕，来三七了，哎，你自己找啊，南角，